现在到达甘肃境界了，进入天水这边啊，得做了一个核酸。我的天哪，付费做的核酸就是不一样啊，给我捅的都有一点要吐出来那种感觉。我在考虑要不要在这边睡一晚上，马上就天黑了啊，山里天黑的比较快啊。现在已经到达了一个什么地方，前面正在接受检查，不知道前面在问什么啊，一辆车问了好久，我把口罩戴起来接受询问。现在到达甘肃境界了，现在4:45，有点累了啊，停下来歇息一下，顺便给大家去看一下外面的风景啊。走到这边啊，有一点点冷了，我穿了一个薄外套。这马路边上都会有一个小的停车的位置，所以就停在这里，给大家看一下远处的风景。这边有一个火车道，这边是一条河。然后你看那边一排房子，全部都是居民房子，可能以前这些居民啊都是哪里都有啊，有高有低的。你看现在都是这样子一排过去，还是蛮规整的一排民房。这边全部都是大山哟，甘肃境界啊。我的导航一直在播报，前面有落石，前面急转弯，前面连续转弯，就是这样子的播报。反正隧道特别多啊，一进入甘肃境界啊，隧道特别多。歇息一会儿，我们吃点东西吧。歇息一会儿，继续走。刚刚找了找，我都没有买什么东西吃。
这个还是在我老家买的麻花，还买点零食干粮备在车上，太干了。我们继续往前开吧，还找到一个很好的停车位的话，我们还去做饭吃，做点汤吃。进入天水这边啊，给做了一个核酸，我的天哪，付费做的核酸就是不一样啊，给我捅的都有一点要吐出来那种感觉。走吧，继续走。他说进入甘肃的话必须要做一个核酸，我今天早上是在眉县做的，今天一天做了两次核酸，继续往前走吧。刚刚啊，给我导航到上连霍高速了，没有国道了，然后我就走了高速，现在我停到了桃花坪观景台这里，给大家看一看这个风景啊。桃花沟观景台，这边特意一个观景的台子啊，其实也没啥景啊，都被树挡住了，这些都是栗子树吧，这些栗子树都已经打掉了。这些应该是卖东西的一些小商铺啊，这个猕猴桃是野生的，是野生的，那栗子也是野生的。猕猴桃多少钱斤？10元3斤。软了不？这是硬的，你要放的啊、哦，没有软的，因为我妈妈昨天才摘回来。这个越放越软越好吃。你割个苹果的话，2-3天就软的了；不割苹果，10天半月它都不会完，然后就软一个吃一个啊、都软的摘不下来。行，野生猕猴桃10块钱3斤，这都是核桃树。这才真正意义上的山沟沟啊，这边也山，这边山，中间是个沟沟，就是住在山沟沟。之前都没有近距离看过山沟沟啊，这终于到了山沟沟的地方。
我现在到桃花坪党群服务中心这里了，这边有卫生间，这边是党群服务中心的房子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很大停车的地方。现在已经快6点钟了，马上天就黑了，刚进入甘肃境界啊。然后我走错路了，导航走错一个路口，给我导航到高速上去了嘛。然后我从第一个高速口下来了，第一个高速口下来就是桃花坪，然后从这边下来之后进入了第一个村儿，就是桃花坪村儿。哎，我到底还要不要往前走啊？因为现在已经6点钟了，我又没吃饭，又很饿。然后再往前走的话，估计其他村儿还没有这个村儿好呢。你看这边有一个很大的停车的位置，然后这边党群服务中心有卫生间，都很方便。我再考虑要不要在这边睡一晚上。马上就天黑了啊，山里天黑的比较快啊。现在是6点钟、7点钟，估计7点钟天都黑透了。咱不敢夜路，咱就在这边睡一夜好了。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到这里吧。如果你喜欢蓝蓝视频，记得点击关注和分享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